好，我是小韩，我来了。大家给我推荐的这个小马主贴纸终于到了，现在咱们开始给它打开看看。我真的非常的期待，而且这个包装是粉粉的。这个是小马鼠的花花世界，什么图案都有，颜色都不一样。这个是红色的，哇塞，这个是黄色的，这个是绿色的，还有小青蛙，好可爱。大家看看哪个图案好一些。这个是蓝色，它是每个色系都不一样，有蓝色系、绿色系。好可爱的小海豚，这是蓝色系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紫色。紫色的有很多，小朋友也好让你做紫色的。这个是粉色系，都比涵涵高。嘿，为什么比我还高？是我长矮了吗？你长矮了。咱们再看看第二个，这个是那个单身派对。哇塞，这个比那个还长呢。这个小，这个人在洗澡，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What？他为什么生气了？看他的眼神，哇哦，生气，发怒了，心情不好了。穿衣服，吃货很符合我。这个吃货呀，太符合你了，是不是？饿得我都馋了。你都能馋了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做手账了。很多小伙伴让我做绿色，所以今天我就做绿色喽。安排，安排。太可爱了，呵呵，这好漂亮。小青蛙太萌了。很高兴的，你至于吗你？来一个小马鼠打电话，果然小粉丝们给我推荐的东西就是好。你们太知道小孩喜欢啥样的了，是吧？好可爱哟！来一个小灯泡，这是灯泡吗？小月圈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这个粘在这里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刚贴了两个，忍不住自己夸奖自己了。你干嘛呀你？太喜欢了！再贴一个小妹妹，这个太好看了，我都不忍心贴了。还不忍心了？那就不贴，留着。不行。哎呀，搁在手账里能更好的保护一点吧。Later。做完了，不是自己爱上那样色的，快给大家看看，给我们看看。不是你这要把贴纸都安在上面啊？啊？没有。我会一直喜欢我的小粉丝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写的挺好的，不是这贴纸有点太多了，有点乱了，小哈哈。还好看呢，自己就感觉挺良好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小韩做的好看吗？好看的扣一，不好看的你们就扣脚丫子吧。